美食定位有滋有味，欢迎收看美食地图，我是主持人子玲。腊月二十三和腊月二十四是大家非常熟知的小年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最近的年味儿是越来越浓了。准备过年啊，咱要大扫除，还要置办年货。哎，对了，还有一个特别的重要，那就是置办年夜饭。那今天呢，您就跟着我，咱们一起给年夜饭列个菜单。潮汕人的传统年夜饭以菜式多、吉祥化、含量极高著称，头尾上桌的甜品寓意从头甜到尾，龙虾寓意龙腾四海，卤鹅寓意鹏程万里，血憨寓意鸿运当头，围炉寓意团团圆圆。现在不少潮汕酒楼里还保留着这样的年夜饭仪式感。大多数的人听到“平上楼”这个名字，相对来讲可能会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提起它的前身的话，相信知道很多汕头、泉海人心里，它是都是一个一道有激励的一个酒楼。它的前身的名字叫做不夜城。这家酒楼的前身虽是一个简易的路边摊儿，但在1991年开张后，很快成为当地人亲友欢聚的好去处。2000年，他们建起属于自己的第一栋楼房，又成为当地人举办喜庆筵席的旺地，也是当地人安排年夜饭的重要选项。潮汕人的年夜饭，食材的选择是第一关，吃传统菜也好，吃创新菜也罢，客人最讲究的是原材料的绝对新鲜。而跟平时相比，吃年夜饭大家会更加注重菜名的寓意，像这道鸿运江涌海斑鱼就因为符合年年有余的期许而成为许多顾客必点的佳肴。那像这道菜的话，我们选用的是上等斑鱼，然后再搭配一些香气比较浓的一些辅料，像蒜头呀，还有我们潮汕人都很喜欢的金不换，它作为辅味。像它的烹饪手法就是用新鲜的蒜头还有一些洋葱先来铺底，然后再把鱼片慢慢的一片一片放在上面，然后再用盖子焖几分钟。桌的那一刻，他就会把一盖子一打开，就会闻到一股很浓郁的蒜头还有金不换的味道，相信这都是很合很多潮汕人的胃口。食材选对成功一半，另一半就看厨师的功夫了。烹饪上要吸取传统潮菜的精华，也要懂得时刻口味的变化，无论是烹饪方式还是调味上的调整，店家都希望为年夜饭带来新意。斑鱼类都是会采用清蒸的方法比较多，那我们就因为清蒸方法虽然说比较传统，但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年轻人他不太喜欢。那像我们改良过的这种做法的话，它相对来讲年轻人现在都比较喜欢吃香口比较看起来比较有食欲一点的。瞧这满满当当的一大桌，足可见咱们潮汕人的年夜饭非常具有仪式感，除了美味以外呢，寓意吉祥那是必须的。独特的风味再加上这种紧致肥美的口感，应该说让我的一个味蕾呢有一种很好的一种享受。这道菜的寓意呢，我觉得就是驱寒保暖，富贵双足。在海产资源丰富的潮汕，螺贝类也是年夜饭的重头戏，比如吃血憨就有双倍赚的好意头。
而响螺的螺字则与收螺的螺字谐音，所以同样有收入丰厚的寓意。这道潮式糖灼螺片，火候的把握和酱汁的调制都至关重要，最后配上摆盘，才能在年夜饭的餐桌上脱颖而出。其实那个螺它的外壳它就呈现了一个梯形的状态，而且呢盘旋而上，就寓意着步步高升。这一道呢叫做潮式糖灼螺片。手法上我们也保留了很多潮汕本地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做法，然后在这些做法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升级的改良，引进了一些比较粤式啊、川式啊，甚至一些比较其他菜系的优点我们都融合进去，就给我们的潮汕菜也添加了很多新的色彩。我选的这几道不知道有没有列入到您的年夜饭的清单当中呢？如果您觉得还不够，没关系，咱们继续往下看。潮汕年夜饭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在菜品的选材、烹饪技巧和摆盘上都体现出了潮汕人的独特品味和文化传统。如果您打算年夜饭是在家里自己做的话，那么我想这一家融合私房菜，它的出品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小年一过，年味儿就更浓了，家家户户都开始为自家的年夜饭做准备。今天我们不如跟着餐厅大厨学两招，为自己的年夜饭菜单添些新意。这是开在东海岸的一家私房菜馆，在店主庄小燕的改造下，它变成许多食客心目中温馨的家的模样。原来是长桌嘛，都是长桌，然后后来有一些老人家他反映说他们比较喜欢有圆桌，我就把两张长桌换成了这个海景位。无敌海景位也是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要争抢这个位置的，就是很喜欢预定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位置在下午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海景就是比较美，很美。庄小燕的融合私房菜馆以预定为主，根据食客的要求进行采购，店里的大厨专注于融合菜品的创作，而他则花心思在炖品、甜品类的烹制上。潮汕人家的年夜饭菜式有鱼有肉有海鲜，有汤有菜有甜品，还得有潮汕人所说的暖炉，也就是火锅。根据食客喜好，大厨一早就已经完成了采购。我负责的部分一般都是那个炖品类的东西，真材实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平常做的朋友他们比较喜欢的就是那些口味的鱼胶，因为鱼胶的话他们在家里可能炖的比较单调，那我会变着花样给他们炖，就变成说会提前泡发，然后那个泡发了以后加入那些燕麦啊或者那个红枣之类的。新汁芋泥燕窝的话呢，我们是用那个去采购的新鲜的那种南杏仁，它有润肺止咳的功能。妈妈加什么？我加的这个啊，加的这个是妈妈早上做的芋泥啊，然后里面还有新鲜刚打的杏仁，你尝一尝，好不好吃？够不够甜呀？够。够甜啊？好不好吃啊？好吃。喜欢吗？喜欢。
果说到年夜饭吃什么，我想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享受热气腾腾的火锅了。一般食材啊，咱都根据个人的喜好去选择了，但是这个汤底啊，真的还是要有点创意的。瞧这个番茄沙茶牛肉汤底啊，这个色泽让人看起来特别喜庆啊，真的那种感觉，这种过年的那种氛围了。另外啊，就是在翻滚的时候，这种热气，哇，扑面而来。这个汤底啊，它的这种酸呢是微微的酸，而且它的这种酸度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温润，非常的舒服。大家其实都知道啊，沙茶和牛肉对于潮汕人来说，那天生就是 CP 的组合了。但是如果再加上那种番茄之后呢，它这种若隐若无的这种微微的酸呢，会衬托出牛肉那种汤底更加的鲜美啊。还有一点点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等一下我一定要偷师学一下，这个蘸料真的非常与众不同哦，它是经过自己调制出来的。我们的厨师经常有突如其来的灵感，今天请您尝尝这道炙烧鹅肝紫菜卷。摆盘非常的精致啊，造型特别的独特。其实我觉得乍一看呢，就很像一帆风顺，扬帆起航。这个锅是冬阴功的，这个锅是我们店里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还有咖喱，咖喱也是我们厨师他们自己用那个新鲜的香料去炒的，不是去买的那些现成，所以它的香气会比较有个性。那冬阴功汤好不好，就要看它那里面这个磨的这个料如何了。在与舌尖轻触的那一瞬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一个字，爽。这个酸辣度呢，也是大家能够接受的，而且它更多的就是那种香料本身它特有的那种香气。我们做融合菜概念的话呢，其实是希望大家全家老小来了以后都是可以吃得满意而归的。创新融合是时下餐饮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借鉴不同地域的烹饪技艺或调味方法，让团年饭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元素。在潮汕地区，年夜饭不仅是一顿饭，更是情感的寄托和家族的团聚。我的年夜饭的清单当中呢，都会选择一些有吉祥寓意的菜品，这里呢就饱含着对家人的祝福以及对来年的期许。你的呢？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期再会。夜猫子出动，我们晚上去哪呀？蔡哥说今天晚上要带我们去试胆。大家所有啊，期待。就是这一家。好，走。走。美女，你看一下拿活的海胆，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海胆，哎，不知道它会不会扎我。原来你说的试胆是这个胆啊。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苦瓜海胆羹，这些海胆大部分都是潜水员去南澳附近海域捞的。
鲜香还有苦瓜的干爽融合得刚刚好，特别好吃。哇，美女这么快就吃完了，再来一碗。对呀，这道菜既清爽又富有营养，我觉得我还能再吃三碗。没问题。哎，师傅，这道菜有的做法它有什么讲究吗？南澳的猪瓜比较苦甘清甜，还有搭配这个海胆，做起来它的味道比较合适，还加上蛋清比较润口，吃起来不会那么腻。好饱啊！睡不着，想带两颗海胆回家。那你也得有猪瓜。对哦，那我要去买猪瓜了。喂，